好来，如果你觉得，如果你觉得称谓姐，如果你觉得那个所以来来来，具体我所以是你喜欢的就拉长声。等一下，那所以你是明天要再回台中吗？你没有讲是跟否啊？你没给他选项啊？听到没有？是，我跟你讲，是都是长的，不是都是短的。哎，你这样回来干嘛？这回家屋看起来了啊。我笑死！我在干嘛啦？那长得真的超好笑。不是，你知道，因为你知道他的声音，什么屁的声音，我们其他人我们都听不到，所以只有这个方法。他刚骂脏话了啦。太神了！敢骂脏话？你们现在是在打LOL是不是？他们呀。干你屁事！我会回答哦。是干你屁事？我问你、啊。上线。哈哈哈哈哈！眼泪都笑出来。那你要把电脑搬上去吗？我看不用搬了吧。他搬上去。是长声还是短声？不长都拉长声了，我这么觉得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还是你不要搬了，直接在那边买一台新的啦。你用的是笔电吗？桌电。桌电。他用的是桌电啊。就是那个显示卡坏掉的桌垫啊！他还带着桌垫到处跑，怎么可能？他一定在高雄啊！他在，不知道、啊。他说他在高雄啊！我说他会要搬上去吗？我说他的地方。不用不用，他一下回答的超好笑的。